嗱，今集揾咗三隻復古型啊，六十年代風格嘅 Citizen 啊，咁都係咁型啦，唔同嘅紋面，唔同嘅飾面，唔同嘅漸變面。嗱，三隻咧，你見到咧有藍色，有黑色，嗱啲反光咧係咪好正啊？好似咧成種咁嘅時彩啊、彩繪啊嗰種嘅效果啊，加埋啲紋面咧，即係有另一番景象啦。嗱，字釘有字釘 ，logo 字釘有 logo 字釘。嗱，夜光係有嘅，分別指針啦，同埋一個波點式嘅設計分開嘅。咁字釘同埋夜光咧分開兩部分去處理。咁下面最邊邊你嗰度咧，明顯係即係凹咗落去啦，變得成個盤咧就更加有層次感啊！再加埋咧嗰種咁嘅突形合形玻璃咧，嗰種咁嘅光線嘅 distortion 咧，咁啊另一番味道啦。嗱 ，size 係大啲嘅，41，後邊咧做咗個透明底蓋啊，8310嘅機芯啊。諗你喺呢個價錢嚟講咧，呢隻機咧都算係咁噶啦，即係度度零零地啦，又有啲即係條紋式嘅設計啦。嗱，暫時有兩隻，其實三隻咧，中間嗰只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同一個紋面，但係做咗一個漸變式嘅處理啊。側邊係黑啲嘅，中間咧就即係多咗種層次感啦，會咁咯。但係咧價錢都係一樣啊。嗱，藍色呢兩隻咧價錢咧係4200蚊，兩隻都係4200蚊。嗱，如果有嘅話咧，不妨咧可以揀即係漸變面啦。黑色嗰只嗱，我都唔知點解會平啲喎，即係純粹係顏色嘅分別喎，啲機芯完全一樣嘅，殼完全一樣嘅，就平300蚊。嗱，如果你話兩隻都係正式嚟計平啲嘅黑色，咁不妨咧都係另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，都平300蚊。